当然会想要得这个奖，可是不会去想太多，就好好把剩下的比赛打完，这样顺其自然。自己的学弟支持一下，对啊，就是自己的男英的学弟，就是当然投给他一票啊，对啊，毕竟他也有这个实力啊，运动力都还蛮好的，就是看他在球场上又跑又跳的，就是很活泼的一个孩子这样。毕竟从开季的成绩没有很好，然后到现在就是打击都是维持在三成左右，对，所以就是继续保持。你有看到他每次跳起来打五的时候，对那个队友吧？有，我有看到我。对我们在台南的时候，他打拳也打完，然后他就看旁边说帮我啦，这样我看到他嘴巴是好像讲帮我啦，我就觉得蛮好笑。我觉得他不是不会啊，他只是不想做而已，觉得他有偶包吧。你有没有给他什么指导或建议？不敢不敢，学长不要有偶包，我会不会被他揍啊？